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我需要有人伴侣爱情，我共情的是凶手，我需要有一个跟踪的目标，这样才能帮我更好地进入当时的情景之中。真矫情，你想试试？才不要呢。那就刘飞来吧，没问题吧？可以，刘飞淡然回答。郭蓉蓉又开始添油加醋。喂，小飞姐，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这家伙一来神就禽兽不如。还记得当初那个蒋雨欣吗？现在北漂当歌星那个。帮他做共情好像没被他掐死，还唱什么歌，差点跑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放心吧，我没那么弱。刘飞轻蔑地打量了一下丁谦。丁谦心里很不爽，一会儿变禽兽让你看看。我可以假扮吕爱卿，不过我倒有个问题。刘飞对丁谦说，一会儿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踪，我怎么知道当初吕爱卿是往哪边走的？这个我想过，你主要的作用呢是刺激我，让我扮演凶手时进入稳定的状态，并不需要距离我很远，只要你存在就可以。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牵着手走，相当于你拉着我，如果我感觉到了什么，我会不自觉往那个方向走，你到时候只要配合我就行了。郭蓉蓉马上表示反对，开什么玩笑，这怎么行啊？没问题。刘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伸出手让丁乾握着。可以了吗？丁乾握着纤纤玉指，柔似无骨，温凉如玉。嗯，稍等片刻。他定定心神，调整呼吸，闭上双眼，脑子里重新回想一遍案情，然后放空大脑，心目默念：带我回到20年前。3、2、1。两个人开始手拉手走在街上，郭蓉蓉好悬没气地蹦起来。太污眼了吧，你们这俩是在查案还是逛街呀？他豁然睁开双眼，呼吸急促，意识还有些混沌。他发现自己正独自一人行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夜已深，街道两边的商店大都关门了，路灯稀稀落落，远处的住宅楼亮起点点灯火，仿佛夜里遥远的星光。偶然遇到经过的行人，他都下意识低一下头，用竖起的衣领和帽檐遮挡一下自己的脸。那一刻，他真希望自己就是一个影子。他行走的速度很快，他忽然想起来自己要干什么了，就是前面那个女孩。老丹年纪不大，警惕性也不高，看着就像一个不经世事的女学生。这是一个很合适的猎物。他已经跟踪他差不多5-6分钟了，在云吞面馆里他没有机会动手，便一直跟到了街上。他很有耐心，深夜的街道机会很多，他不紧不慢地跟在女孩后面，尽量走在阴影中，一边暗自寻找合适的机会。前面是南都大学的方向，估计女孩是想回学校，这段路大概能走半个小时，他必须计算好。走着走着，一条岔路忽然出现在眼前。女孩经过路口时畏缩地瞅了一眼那条漆黑的街道，加快了脚步。她了解那条路很偏僻，这个时间几乎没有人经过。机会来了。她犹如一条突然出击的饿狼，速度奇快地扑向了女孩。那个女孩反应迟钝，等他都扑到他身后了，才往身后看了一眼，瞬间就吓呆了。他一把从身后抱住女孩，捂住嘴，把刀子抵在她脖子上，毫不费力地就把她拖进了黑暗的岔路上。就像他预料中的那样顺利，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他拖着猎物往黑暗的深处走，就像拖回自己的巢穴里。
他把女孩按在墙上。女孩抖若筛糠，充满乞怜的央求他：“求你放了我吧，你要什么都行。”他狞笑：“你有什么？”“我……”“脱衣服。”“什么？不行。他把刀放在女孩脖子上。这个女孩性格孱弱，立刻就放弃了反抗，顺从地脱下了衣服，一直脱光了最后一件，才光着身子畏畏缩缩地站在他的面前，面带屈辱，不住打颤。他打量着他，笑了。忽然一阵剧痛传来，疼得他龇牙咧嘴。他无比困惑地瞅着女孩，她根本没动啊，那自己怎么会痛呢？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又是一阵剧痛袭来，这一次一下把他疼醒了。郭蓉蓉甩着手：“还真是投入啊，是这么大劲儿都没醒过来，把我的手指头都累酸了。”丁乾这才发现刘飞正靠在墙上，自己栖身面前正跟他搞壁咚呢。两个人四目相对，距离暧昧，还有点没出息。郭蓉蓉一脚把丁乾踹开：“差不多就行了啊，你们俩这是共情呢还是搞对象呢？”刘飞脸上飞快掠过一抹绯红，转瞬间恢复了冷漠。丁乾清醒过来之后，揉着被郭蓉蓉掐肿的腰，打量一下周围那环境，不禁吃了一惊。刘飞说：“你也认出这里吧？”他现在背靠的地方是一所高中的栅栏围墙，另外一边是一个公共厕所。郭蓉蓉很惊讶：“怎么，你们来过这里吗？”丁乾和柳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乾对郭蓉蓉说：“你还记得前几天邓佳佳被绑架那件事情吗？”“怎么会不记得，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来气，为了找那丫头，我和张欣然在水族港还遭人偷袭了呢，到现在还不知道偷袭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弄到后来，那小丫头居然又跑出来说自己不是被绑架，就是跟程飞一起出去玩，你说气不气人呢？”一提到这个事情，郭蓉蓉还是有点耿耿于怀。其实当时柳飞和我还发现一点内情，刘飞在邓佳佳的血液里化验出了和你被袭击时注射的相同的兽用麻醉剂，只是剂量没有你多，所以他昏迷了一段时间自己就醒过来了。有这种事啊？嗯，还有，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程飞失踪的那辆 SUV 里，当时车就停在这个公厕门口，我和刘飞亲自找到的。我去，这些事情你们为什么都瞒着没说呀？无罪谋杀 VIP 版本每天至少更新八集，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直接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无罪谋杀 VIP 就可找到购买。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我的微信咨询。感谢收听。